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努力，家人们，我说对不对？你现在你不说，家人们心里也没底，你心里没底，我心里也没底。但是呢，你说出来了以后，明确关系了以后，我们就一起努力，家人们有没有毛病？对，你看，今天说了就是男女朋友关系了，这个很重要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都今天什么男女朋友关系啊？家人们，我说你有没有毛病？那我也表达了我的那个了嘛，我都说了两个字的话，我觉得也挺明确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我怕我到时候你不要怕，家人们，你们说西西怕不怕？来，咱们给点信心，怕不怕？咱们要不要怕？咱们今天必须得把这个事情落地了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你看都在打不怕，对不对？咱们直播间1700多人都在打不怕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叔叔阿姨们，我是一个做事情很，我不是一个做事情很草率的人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姨们？我们都在等待。我想深思熟虑了之后，确定完全确定了，我再给你们一个准信儿，因为我不敢轻易的给你们承诺什么东西。即使我对老板的心意是那两个字儿，对吧？但是我也希望等一切尘埃落定，等这件事情告一段落，等我顺利回公司上班了之后，我再郑重的给大家表示。今天就要表示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今天咱们就要表示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咱们直播间1700多人都在等待，今天就要表示一下，就是你今天已经表示了呀，我刚说了。你家人们不满意，我也不满意。你想我今天你昨天那么晚来，对不对？我都担心你，我都等你到了那个酒店我才睡觉的。然后，但你，我觉得你要突破自己。就你看，我昨天晚上4点钟我出发，我没睡觉我就出发了。今天要说出来，你看家人们都在等着急。家人们都说你们喜不喜欢西西？家人们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你们喜不喜欢这个儿媳妇？你们喜不喜欢？喜欢，你看家人们马上就会打喜欢，喜欢的打个喜欢。我知道大家肯定是很喜欢我，所以说他们才会让我就是劝我跟你在一起什么这种，对吧？这是首先就是非常感谢叔叔阿们对我的认可啊，但是我是一个做事情很稳重的人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姨们？我不想轻易给你们承诺什么，我不想让你们失望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想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我再给你们一个准信儿。即使说我对老板是那两个字的意思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姨们？是那两个字的意思。但是我想的是什么？我想的是到时候我顺利回公司上班了，对吧？那个时候我和老板天天在一起相处了，我们就有很多时间了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？那个时候咱们说什么一切都可以慢慢来了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？但是我现在的局面就是有点，我现在的局面很尴尬，知道吗？因为我现在在家里面，我妈不让我去乐山，她不让我去上班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姨们？我现在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昨天老板来，其实我很感动啊，因为昨天那么晚了，对吧？昨天晚上我和老板聊天聊到了凌晨。聊到了凌晨很晚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为啥，他就突然就跑到眉山来了，知道吗？他突然就跑到眉山来了，然后他今天对我的心意，其实我也感觉到了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姨们？我感觉到了，但是我又不想让大家失望，知道吗？因为我现在我还没有回公司。家人们今天就要有一个态度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咱们今天就要有一个态度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咱们今天就要一个态度，对不对？如果西西把这两个字说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说明我们就是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也豁出去了，家人们，我也豁出去了。只要西西愿意说出来，对不对？西西自己做主，愿意说出来。接下来对我跟西，如果西西只要把这两个字说出来了，那我跟西西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家人们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只要西西把这两个字说出来了，那证明我说出来了也没有用啊。你说出来了，家人们心里才有底。那如果我说出来了，是，你看有的，你看这个黑粉说很丢人，我是你们觉得可能你们在直播间看着啊，西西一直不说，我在这里一直问。
你们可能有的人可能觉得很丢人，但是我觉得不丢人。我为了我自己的幸福，我为了我自己喜欢的人，我半夜出发来到眉山，对，然后我现在也来到西西家里面了，我不觉得丢人。我喜欢的人，我最喜欢的人，我不觉得丢人。我为了我喜欢的人，我不丢人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丢不丢人？我为了我自己喜欢的人，我现在，对吧，我在努力，我不觉得丢人。因为三四天了，我睡了不到十个小时。因为我想，如果我再不去努努力，可能到时候啊，西西的妈妈帮他把工作都安排好了，那我就没机会了。他都在给我找工作了。对，我知道你妈妈在给你找工作，所以说我觉得不丢人。我在晚了过后，如果西西都在这边上班了，那就错过了。对，勇儿干妈说你不说，我们马上来眉山了。我勇儿干妈说她马上来眉山找你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在等两个字，只要西西说出来，家人们心里面也有把握了，我也心里面也有把握了，我就开始努力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我就开始努力了，我跟西西一起努力了。因为现在很多事情我也没办法说，因为我俩还不是那层关系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现在我俩还不是那个关系，但是我们今天我来的目的，家人们心里面清楚，我也清楚，我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把西西带回去，要确定关系，哪怕带不回去，至少咱也把关系确定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朱姐，你看啊，你再不说的话，你看高老师说他来眉山接你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现在我们直播间家人们打一波加油，我把镜头给西西，让西西答应吧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说出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感觉我已经说出来了呀！你要大胆的说出来，否则你看王姐说她也要赶过来了，他们要为我加油。我说的很清楚了呀。那你就说出来，说出来了以后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就好办了。我说了嘛，两个字。家人们，说还是不说？来，觉得说的咱们打个说，大胆一点，对不对？咱们鼓励鼓励西西，大胆一点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大胆一点，鼓励西西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不是，这搞得我不知道怎么说了。这你到时候他们都过来，你一千多人，你这房你都得给你挤爆。我是很想等我回去再给你们说。现在说，家人们。其实我的意思，叔叔阿姨们应该也很清楚了。我们不清楚，我们就要现在说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们就要现在说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现在说才行。说这两个字很简单，知道吗？但是我说了这两个字之后，我要为这两个字付出。该不该付出，家人们？要你是害怕负责任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他怕负责任，那咱们今天必须得说，对不对？他怕说了以后，到时候。他说他怕负责任，那必须得说了，那更应该说了。对你，他不让家人们放心。那我说了这两个字之后，那肯定我要为自己的那个负责呀，对吧？那我要我说了，我今天对老板说那两个字，那我肯定要克服一切困难。对，你现在就是他没有勇气，我听明白了，就是西西说他没有勇气。来，家人们打一波加油。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是勇气是一方面，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，哎呀，还有一方面是什么？还有一方面就是我妈怎么办嘛？你妈怎么办？我们一起办。不是啊，我妈的性格你知道的，她倒是
时候如果说他不同意，他到时候直接跑到乐山公司去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姨们？我不想让我妈去。一起加油，对，一起面对，一起加油，对不对？你应该自己做主，家人们，我说的有没有毛病？只要你说出来了，那证明我就有女朋友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只要你说出来了，就证明我有女朋友。我说出来了，只能代表我俩互相情投意合。我不管你这个我对你说那两个字儿，只能代表说咱俩互相喜欢，知道吗？那就行啊。那你怎么说有女朋友了呢？那就代表，那我对你说这两个字代表我接受你的告白，那代表我俩从今晚上一起谈恋爱了。那证明我们俩在努力嘛，对不对？对了吗？我们在努力嘛，现在是我在努力，你没努力，我也在努力啊，你没努力，我在努力、啊、那你就说出来，你说出来了就证明你在努力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说的有没有毛病？所有人都在等，咱们直播间1700多人都在等，现在我们就在等，来，咱们家人们打一波，说出来，咱们把说出来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把说出来打在公屏上，鼓励鼓励。嘻嘻，我都来了，家人们，我都来到这里了。嗯，不是呀，我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说呀。把你那两个字说出来，两个字，我们只想两个字，我说了吗？哪两个字？就那两个字吗？哪两个字吧，你就刚那两个字呗。哪两个字？就你刚说的两个字。哪两个字嘛，家人们都在等。哎呀，喜欢了。勇儿说来眉山了。好，我刚说了，我已经说了，叔叔阿姨们。你说啥呀？说我刚说的那两个字了。哪两个字呀？你们没听到了吗，叔叔阿姨们？没听到，明明就听到了，我刚说了哪两个字？你看他们听到了没？听见？听见了？没听见？你看听到了没有？听到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重新再说一遍，我没听到。哎呀，我说喜欢啊。你这样，我这没听到没有？你问家人们听到没有？我这说了两遍了，听到没有，家人们？你要认真的说，你要大声的说出来。太小声了，家人们，太小声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确实，西西脸都红了，家人们，你看他脸都红了。他们都说听到了，没听到，要正常的说，对不对？那我刚刚不是正常的说吗？你正常的说的什么吗？我喜欢。啊？嗯。听到了吗？哎呀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我都说了几遍了，叔叔阿姨们。家人们满不满意？家人们不满意，家人们听没听见？家人们说太吵了，手机声音太小了，听不见。他们听到了没？听到，对不对？不清楚，你看蒲公英说不清楚。我说了这两个字知道吗？我就要为我的这两个字负责知道吗？叔叔阿姨们，你既然都说出来了，你就大声说出来，你不要小小声的说，你要大声的说出来。那我小小声的说不是也代表我的心意了吗？不够，心意不够。你看咱开心莲子说了爱要大声说出来，对不对？大声一点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既然都说了，那就大声说，光明正大的说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那你刚没听到吗？没听到。你听到了？我没听到。叔叔阿姨们都听到了，都在听。那我说了就是你要大声说，这小小声声说不行。你看群英姐，我群英干妈也没有听到，不是啊，这也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啊，我一直说你要大声说两遍了，你要天天说，每天说一遍，每天说一遍，你睡觉前你就来说一遍。你看珍姐说大声一点，那我悄悄说吧。大声说，我悄悄给直播间叔叔他们说。那你跟他们说，看他们满不满意。
喜欢喜欢。满不满意家人们？满不满意家人们？满不满意？这下听到了吗？我觉得声音还是不够大。哪里不够大？他们都听到了，都听到了。听到了吗家人们？满意是吧？看嘛，都听到了。你看，全部都满意，全部都说听到了。你们就这么简单就满意了，家人们。这样啊，家人们，现在既然也听到了，咱们没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。我这样，家人们过关是吧？行行，咱也不为难西西了，咱这是人家家里面，我过来这么捣乱也不行，家人们。咱们这样，咱们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！一会儿他妈妈回来了，我在这里等等，啊，我等他妈妈回来。我先跟他妈妈沟通一下啊，我也说了，我说西西他也说了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，我说你给个机会，有什么要求咱们都好谈，咱们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好不好家人们，行不行家人们？我就先下播，我跟西西商量一下，一会儿要不要出去再买点东西啥的啊。现在是我跟西西一起，对，我后天修房子吗？嗯，后天我跟西西一起回去修房子。我现在我有底气了，家人们，我现在有底气了。西西去哪里，我就送他去哪里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就先下播，然后我们再买点东西啥的，等他妈妈回来了，然后是吧，再商量商量，有什么好消息，咱们没加粉丝群的加粉丝群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好好表现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就先下播了啊，家人们。没点关注的，咱们点点关注吧，家人们。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感谢你们了，辛苦你们了。